再过15分钟就是我26岁的生日了。那几年的回忆，我人的潜意识都是喜欢逃避。现在我把你的选择权交给你的潜意识。我一直都不想再想起，可现在他就好像噩梦一样一直出现在我脑子里，让我不由自主地想。你相信我，现在你可以闭上眼睛想一想，如果让你回到过去，你当初想要的是什么？让我自己圆圆梦想呀。拥有一种超能力，这样我就可以回到26年前杀死我自己。如果真的自杀以后，你知道你会是什么样子吗？我想，在你的心里，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了。